到这八品隐形法术和骷髅法术，我直接愣住了。法术报本不是没见过，但你这一堆一级法术什么鬼？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操作的。居然还真的给爆掉了，那拿一级法术去爆13本和14本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可以看到13、14本居然也能爆掉，不过这种打法的容错率很低，这位兄弟能一路冲上传奇，不得不说确实很强。好的。